我们结婚吧。你不是和他在恋爱吗？他不要我了。他不要你了，你就过来找我。你当初抛弃我的时候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这次是认真的，我现在玩够了，想找个老实人结婚。玩够了，想找个老实人结婚？你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捡垃圾的吗？你不是吗？我捡垃圾也不要你。你再考虑考虑呗。垃圾。兵线，兵线。哎，老公。来来来，不是，这是中超联赛吗？是世界杯，世界杯。世界杯赛怎么没有中国队呀？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没有中国队呢？就和你一样看电视呢。哎，大表，哎，不上去踢呀、啊？国际足联不让。哎哎，是门，哎，为什么不让？哎、为什么不让？水平不行呗，水平不行，没劲的。那不是有姚明吗？那不是有姚明的吗？哎呦我去！你买个包，买个包啊，买个包。哎，进！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